其实我画这些卡通形象就是毫无头绪，因为几个其实都是毫不相关的，但是就是想了一个比较幸福比较和谐的一幅画面吧，一个小小的世界观。我觉得我的卡通形象，其实我最开始心里只是构思了要画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完全一点方向都没有，但这一次不仅把颜色涂上了，还就是让我想到了他们之间的故事之间的关联，就这样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